在会议和工作中经常给我们以指导，教给我们很多的经营理念。在这里我要说一句，江总工作的同时注意身体。是一个有大局观、以圆圈准时的人，在二厂的管理工作中及执行力上对我们要求精益求精。源于此，山东华康才得以迅猛的发展。我相信在今后，在江总的带领下，山东华康越来越精彩。工作上，江总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，并总是能够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们的工作做出正确的指引。工作之外，江总对所有华康伙伴的生活也非常关心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8年冬天，在一次部门长会议上，江总说，您肯要停掉省公司职场的暖气，也要保证下面各个机构的供暖。这句话温暖了所有山东华康伙伴的心。在这里，我想对江总说，江总您辛苦了。江总在工作上是一个雷厉风行、很有血性的人，在生活中又非常的温和。我衷心的祝愿和希望山东华康能在江总的带领下越来越好。